大，鱼也不少。对，这天气很糟啊，今天。对啊，今天可以说是又湿又冷的天气。今天来到大甲，那露营的时候是四月底，对，然后风也大，雨也不小，气温也蛮低的。对，怎么会这样子啊？对，这样是快接近夏天的气候。对啊，但是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你说。大日兄，如果你们遇到这个下雨的时候，是不是露营就取消了？大日兄，其实没有哎，我觉得应该下刀子都要拍，真的假的？就像我开始主持以来，好像很少下雨。哎，那你一加入之后，上次花莲也下，现在也下，而且是下在一个不应该下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人品的关系吗？问题跟我有关吗？而且上次我们还只是撑伞，真的已经是穿雨衣了，这个雨算蛮大的，真的假的？但我真的没有骗你，不信你问。真的照路吗？你问。下雨天怎么路？这个还是照路啊。二师兄，我们也想休息啊。二师兄，哦，他们也是很想休息的。大师兄，真的，哎，大师兄真的没有骗你。真的吗，大师兄？你们不要联合起来骗我啊！三师弟，你不要乱讲啊！三师弟，不要这样想啊！哎，我们想取消，可是真的在工作的。农民的朋友是啊，他们也是无畏风雨在做的啊，他们就是风雨无阻。对啊，所以你看到大甲 OK 啊，靠近海边，风力发电，然后就满满的，这旁边应该都知道是谁了。知道啊，当然了，他是芋头嘛，芋头。一想到大甲，我就想到芋头，所以今天没有问题，我们一样无畏风雨，一样拼到底了啦。让我们一起体验大甲之美，来那边请。农田巷也下雨也好。哎，那边有位大哥。大哥，找寻一下。对，找寻到。他有什么任务可以的？一开始一定就是从芋头开始的。一定的啦，大甲应该就是芋头。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大哥你好，哎。有力有力有力。我们这样可以直接过去找你吗？还是我们从旁边好不好？从旁边好。哦，这相当泥泞，要小心。哎，要注意啊，要注意。每一步要踏实。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大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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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今麦在落雨啊，你是你家在创啥？在种芋啊，大家芋啊，啊种芋啊啦，种芋啊啦，你也在搞假的哦。要这边都很多啦，那我们现在可以下来吗？可以。我给你倒沙缸啦，好，来，我给你种，我给你经验来。你别走了，好好稳走就好了。安尼哦，安尼个栽了，栽了就好啊。安尼个栽了好啊。哎，我看起来足简单嘞嘞。哎，简单啦。在那个十字交叉点给它种下去，对不对？你照大哥办理。因为大哥都已经一株一株这样都弄好了。对，好。但是我们这个浇鞋哦，真的要小心。哎，因为大哥你有主鞋啊，这样比较方便。这真的不好拔起来。对，要后脚跟稍微抬一下。后脚跟稍微抬一下。大哥，我用紧。那你那边，我这边。我用家了哈。哦，应该打了。哎，安尼有跳有跳。后脚跟抬也没什么用。插也不要插太深了，但是须须要全部在里面。哎，我这个可以，这里可以有，我可以。这样，等一下哦。等一下。好起来了，干脆停下，干脆试试。我想到一首歌，《流沙》。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不要挣扎，不要挣扎。根本没有办法挣扎，我动不了。你要后脚跟啊。后脚跟的。对。前脚跟这样慢一点，但不能站太久。但是我真心觉得，我们还是把鞋子脱掉好了，这样太难操作了。太难操作，好吗？脱掉，这个太难了。太，直接弄掉了。这个实在是太难操作了。你看，我一轻轻松松，鞋子还在里面。需要我帮忙吗？二师兄，你可以吗？二师兄，二师兄。大师兄，我连跑都快跑不起来了，大师兄。可以。可以啦，脱掉就 OK 了。来到这边，我们就要像大哥脱掉身心一样，跟大自然共存。那我们你看，我现在这样多灵活。绿头之美。开始。来啦，动起来。安尼掉哦。对，就安尼。我一直感觉其实蛮软的。对，迷迷桑桑，感觉好像芋头的感觉。那个金马井什么时候才会好啊？八个月才可以收成。哇，那这些线都是你事先先打好的是吗？打好。然后通常你们就这样子往前，一直
慢慢走。往前啊。对啊，这跟种稻也是一样的，也是腰都很累。种稻太后。对啊。哦，种稻是后面的。哎，那这个是往前。那这个要插多深啊？插下去就好。今天安排太好。对，下来。安排太好。那像你平常一个人都这样自己种，没有人帮你吗？我没有，我这边都是我自己。你一个人哦？你这厉害哦，杰昂哦。要辛苦。那那边全部龟甲，多几甲？一甲多。一甲多。一甲多。一甲一甲半。哇，这样一个人进来，我们来帮你啦，来。大哥，啊，这地哦，你家己一个人，你种啊，种偌久？一点钟就好啊。一点钟哦。一点钟。这个我们可能大概三个小时还种不完啊。会啦，这个你把鞋子脱掉其实还好。哦，如果鞋子没脱掉，可能真的需要三个小时。因为我们第一次种，知道啊，原来偶尔是这样种，不算难啊，对不对？对，就是线打好之后就把它塞下去，主要是线要先画起来。对，一定要对齐啊。是。那像那些远处的白鹭鸶啊，那是白鹭鸶吗？嗯。它会来偷吃芋头吗？不会，都吃虫。都吃虫。阿姨不爱吃啊？不会不会。啊，这里晚上啊，这么早起啊，哈，无头两三声食，家里拢叫你食，是拢食糖，伊个钙会高啊嘛，伊个粉刷，伊毕竟外围生态，啊，那这冬天就拢这个来食。我咧最壮观咧，两三千只小鸟，哎，小有一种鸟，3000只哎，哎，我这是不是越种越近？哎，大哥，啊，安尼捡过来了啊，喂，遐个捡。我遐捡过来。哦，啊，再回去，唔通安尼过去。好，再过去那边再过来。哦，你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呦，这个品质不好啊，这个良率扣分哦。哎，这个走回去也很难走啊。你要从这边这样，你这边这样，沿着走。哇，一哥啊，你刚刚都走到那个头了，你为什么不走岸上？我是想说踩。你这样害我跟着你一样，又走到中间了，大师兄。你从那边啊，那你不要踩线，从那边走。我现在来不及了，大师兄，我已经走一半了。软了，但有些比较软，有些比较硬。大师兄，我现在往哪里走都不对啊。你就往这边走，我往这边走完了。真的可以，这样这边的土就很软。哎呦喂，哦，这边就很软。现在这边就可以了，可以的啦。我觉得这样其实对皮肤蛮好的。因为是那个泥寮吗？对，泥寮。那你那边啊，我这两行我来弄。好。那大哥，像你一次都是插两排。哎，对，两排就好了哈。嗯，两排就好。哎，有的好深哦。那你从这两排给你，我这两排，哦，这两条线给你，这两条给我。对。大哥，哎，这剪了哈，哎，可以肥料哦。哎，啊，肥料要怎麼用？用压的。压的哦。啊，是什麼時候要压？等下插好就要压哦。不用，退休。啊，現在南方來在燒爐吼，較緊，頭仔三天就退休啊，就發芽出來啊。哦，天氣熱會發得比較快。哎，天氣比較快。我們現在這個苗啊，是怎麼來的？它一頭長大吼，我。牙出来，旁边的小牙，要都要敲哦，就是别的田里面生出来的小孩，把它敲起来哦，小的敲起来，那这也是蛮好养的啦，嗯哦，加油加油，有了，现在雨已经有比较小了，老天也在帮助我，哎，这个有的一踩下去很深哦，对啊。一小一苗不割掉，它一头它会长大。哦，不要让它吸收它的养分。嘿嘿就是我们只留
这个最粗的是吧？对，啊這個、小的就把它割掉。小的就这样割掉。哦，把草，把草都一起这样割掉。杂草也杂草都割掉。一起，一起，一起。啊，这个小的可以割是吧？可以啦。有大的。有大的。可以可以。OK 啦 ，OK 啦。然后瓜下就直接丢在旁边，给它当养分。好。挂大，我也挂好看。哦。这样挂大。挂干净。还有些杂叶。对，要挂干净，要不然它这个春风吹又生了。不好打，这个也算小的啊。哇，我发现很多的农作物都是相同的逻辑，留下主要的，那旁边细微的都不要。这其实有点像是，比如说 F1 赛车，就给第一名去当第一名，差不多是就是弃谁保谁啦。对，有点这样，弃一保点，弃保效应。对啊，弃保效应，弃保。大哥啊，你都也是一个人这样刮啊？大哥行用啊，你看他皮肤健壮的身材。对啊，其实今天这样下雨对他们来说搞不好还比较舒服，比较凉快一些。如果大太阳你可以想象，是那不得了，受不了。其实今天也是老天爷帮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切海阔天空。当然，但是有时候这个都蛮大的。大哥，俺男的没弄就大长的，是不是？两个都大长，那个老的，弄老的，觉得小的就砍了啊。就小的就最粗的就留着，就对。最粗就留着。哦，你看，其实现在这个侧面就已经有点芋头的感觉。对，姐姐。哎，有芋头的 feel 了，看到了，已经看到了。对。这是在割它的那个旁边比较小的根 ，OK， 应该是金的时候它就已经有芋头的雏形。现在没有什么芋头香，都是泥土香。嗯，我觉得我们这样泡完之后，我们的脚会变得很嫩。给脚顺便做个 SPA。是。会晒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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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步骤，烤蚵仔。阿伯，你今天最辛苦的啦，会啦，最辛苦的啦，会啦，跟你致敬。我应该应该。很棒。烤蚵仔。好，我赶紧来烤蚵仔。来。我赶紧烤来了。好，来。多少炒嘞？哎，烤半嘞。哎，半嘞。半嘞。哇。哎呦，哎呦，哇哇，这个就是已经是可以采收了。哎，这个可以采收了。挖半圈。挖半圈牛赛啊。挖半圈把它卷起来。全部都可以采收了嘛？我给你烤大条烤。就是比较高的，我们来。不是，它这个底下的芋头比较大的。哦，芋头比较粗的是吗？好，不是看叶管多。不是看叶管多，看管多，看叶桃。哦，那这个很粗啊。桃桃不够粗，可以啊。再管一点。我们现在这个品种是什么芋头？槟榔心。这个品种的芋头叫槟榔心，来了，试试看吧。先来一个叉的，好嘞，半圈。然后左手再转，左手再转起来，转一下了，这样可以吗？可以，安尼会使哦。安尼会使。好。啊，这个就安尼插落去，我安尼插落去。哦，真的很像槟榔心哎。没有，就是大甲芋头。大甲芋头。哦，槟榔心。安尼继续。好 ，OK， 那我就先摆在旁边，我们要开始采收了。好，采收，采收。转半圈。转半圈。啊。啊。果然。安尼会使。很大，很大。这样有及格吗？这个大小？可以哦，转一下。阿贝，这个叶子可以吃吗？这种咱一都是藕丸。你说这个地方哦？这一在夹，这个老子都不要哦。外面的不要了。哦，这叫做藕丸。哎，这太油了哈。我这藕丸，爱吸，外皮要吸掉。外皮吸掉。外红椒，外红椒在那擦。啊，个老花生多好吃，用姜跟花生下去炒。我没有吃过哎，这是什么？我哪吃啦？
叫做什么？叫做耳环哦。哎，等于叫做耳环。好，那我们把它留下来，这不要浪费。留下来。我不知道可以吃哎，这其实蛮。我知道了一个新的东西，没想到这个还是可以吃哦。等下哦啊！好，阿伯赶快了。哎，这我赶快了，这煮熟的，把皮这做好吃，这做好吃。哎，阿比拄只来较好吃，比那个较直接骨白骨做好吃。啊，那唔卡早讲的，啊，我着烤起就好啊。一个唔是啥，你着知，后这后火拢会互你吃。啊，我们可以吃到不同两种的。大哥就逮这个就是这样，是一样，再下去把你切。哦，跟这个好彩哦。一样哦，一样一样。啊，这叫啥物名啊？这个煮熟红鹅啊，野生红鹅。哎，啊，这是白啊。哦，是，所以这个是这边是白色，野生的是黄色，这都可以摘了哦。来来来来，那我们摘几个当晚餐啊。嗯。他都养，安尼赶快吼，哎，赶快，安尼赖起来，哎，我来赖赖大哥，啊，这是金啦，金哦，金块头，都买哈，好像没剩多少了，只有一点点，只有一点点，来，那就是另外踩个那个，看找个大一点，这这大，半圈半圈，对。啊！你挂登去啊，挂登去，你我全部牵个挂。哇！来来来，你要插下去，转半圈的，你不能从这边这样砍的，那不断的。啊！你放坡，放坡，放进，放进啊！紧张啊！哦，经验，经验，开始，开始。大哥，啊，这个吼，拢火完做暗灯，安尼在。哎哎，哦，大家提这个做暗灯。哦，多谢啊，多谢啊，大哥多谢吼，你教我。哦哦哇！哦，所有中芋头的什么程序我们都了解。多谢了，多谢你啊！啊大哥吼，安尼吼，咱这边请，好，这边请，这边请。哇，腰很哎，真的一直这样子这样弯着，小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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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请问今晚精髓家，我是艺人陈汉廷，我是艺人王传一，您是？你好，我是李安妮。安妮姐，是。刚刚我们有在田里面遇到一个李大哥，芋头达人，跟你是你，该不会是您的？我爸爸。他真的很厉害。对啊。教种好吃的芋头，而且很热情的，而且采好多。真的？对，那个槟榔心的品种也有，还有枝梗，一直都枝梗芋都有。他就给我们晚上可以煮芋头料。他对你太好了吧？只等芋头都拿出来今天吃到。有压箱宝哦，压箱宝拿出来。对，因为我们有付出一些这个劳力，所以今天这个天气也不是，所以说可不可以就是说赏你一顿饭？对，小事。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住谁家，可不可以？就我们今天晚上也在这个，我们看这个农宿的环境也是很优雅，对，而且我好像有来过似曾相识的，又来很舒服的。我刚刚也有来，好久好久以前了。哦，你也忘记了？你也忘记？不，但我有印象，因为那时候来的时候还没有盖这么大。以前是租舍的矮房子，那现在是租舍飘高了。那可能是你刚出道的时候。有可能。那不如今晚我们就再重温旧梦，我们去今天晚上住在这边。住这边哈。对，请你们吃好吃的芋头料理。那今天晚上帮你们安排到我的好朋友去新月大地。更漂亮，晚上夜景更好，可以小酌一杯。哎，这个哇，这个很好啊，没问题，要是夜景漂亮，夜景漂亮，对，然后又可以小酌一杯，哇，那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好吧。那这样子，今天一整天开始，虽然天气不好，但是我心情变得特别好，特别好，没错。好，等下把行李就待会就出发，等下去新月大地。好，全部听你的 ，OK， 好，好 ，Hello， 安妮姐，来，好，谢谢，安妮姐，这边请，走。缤纷，而且有点起雾嘞。哎呦，我喜欢这个 view 很好，这种浪漫的氛围。哎，真的飘过来了。对啊，你看，完全的可以看到山岚。对啊，是一阵大雾。对啊。不错，漂亮哎。哎，嗨。请问是这里的负责人吗？负责人吗？对对对。
老板娘，就板娘，就板娘，哦，板娘，没有，下面有老这个字，没有老，对对，板娘，怎么称呼？叫梅倩，梅倩，对，梅倩妹妹，毛巾，好不好？毛巾，毛巾哦。常上节目是吗？哎，你不是你，如果不说你是这边的负责人，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姐姐之类的。哎呦，本身有没有就是喜欢什么水果？火龙果，火龙果姐姐，然后穿黄色吗？很特别，香蕉姐姐，可以可爱。好，梅倩，我们刚刚在那个安妮姐的那个哦，在安妮那边农场，也是你朋友吗？对啊，我们大家都认识哎。他推荐说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今天我来打工换宿换菜，可以吗？可以啊，你们刚刚在那边应该是很辛苦吧？我们就是有一些啦，因为来到大甲一定要采芋头，对，所以我们对芋头的那个采收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所以有点腰酸，真的，一点点而已。那这样子就是要来我们这边，来我们的星月舞女的温泉民宿。哇，这边有温泉 ，Hot Spring 又来了，对，温泉 Hot Spring， 来，大甲有，而且呢，我们有 Hot Spring， 对不对？嗯，哦，我们还加上了 Flower。Flower 花啊，什么意思？花温泉，直接带我们去开箱吧，来 ，Go Go， 噔噔，嘿，哎呦，哦，嘿，很不错哦，来，请进，请进，素汐呢？哦，要不要先躺一下我们的床？当然要，耶，哇，哎，真的，我觉得一到这种房间，有没有就很想来休息，真的，然后因为可能有点累，然后一休息呢，真的。哎喂，不行啦，我们要来看一下风景啊！哎呦，漂亮哎，这有 view 哎！对，这边对面这边可以看到火焰山。哦，对面就是三义了。对，前面有溪吗？大安溪。大安溪，台中跟苗栗的交界处，大安溪。这个晚上在这边可以看夜景，百万夜景。等一下，园区里面就是你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要打工需要我们帮忙？那你们知道我们刚刚不是有说我们等一下要来泡温泉吗？对对，然后会有花，对不对？有，你刚才说 flower， 哇，鲜花哎，这是鲜的，哎，这是真花好吗？真花，真花，真真花，我们要check一下，对，哎，真的，对，而且呢，这个是什么花？玫瑰花，不是吗？不是吗？闻一下，难不成这是玉兰花？它有一种水果的味道，火龙果？不是吧？等一下。很熟悉的味道，很熟悉，对不对？有提示一下，几个字？几个字？等一下，夏天的水果，夏天，荔枝，嘿，哎，冰棒，奶鸡，这个品种它叫荔枝玫瑰，对，这个玫瑰是真的可以吃的，可以食用的，对，食用性玫瑰，来吃。真的是那个儿童频道的姐姐，来，朋友，小朋友，这可以吃，来吃，来吃，微微的香，然后微苦。闻起来真的很有荔枝味，那吃起来荔枝味就没那么重，瞬间是不是淡淡的？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泡花汤，然后待会呢，我带你们去吃东西的时候又有花。好，好哦，先进来我们的浴池里面。对对对，现在我们要把玫瑰花，我们把它往下压，从它的这个地方拔起来。好的，来，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了。哇！好，这样子对，是不是？抄起来就是好，来，很舒服。再来，哇！有没有瞬间都觉得哇，心会哭一样？真的，这个晚上我们可以边泡汤边看百万夜景。对对对，你刚刚说有些东西工作要做，对不对？对，来，打工，走，打工 ，Go， 好，走，来，林凯路，来这边请，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而且随随便便都是好拍的。对，而且你都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玩。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眼熟哎。怎么说？我之前来过啊，但是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是晚上的时候，所以我会觉得不太一样。白天晚上不一样。对，可是我看到你们有一些布置的灯饰啊，晚上应该很漂亮。我们晚上这边常常办一些户外的婚礼啊。之类的，这个就是对。那我们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打卡的地点。好，我们不是先打工，我们先哎，我们先打卡，先打卡，可以，这合理。对，这个一定就是我们站在上面嘛。对，这样不是那个铜像，我们学上次的那个。对。可以。然后你要在下面，这边请。好。哇，这个就是天的对，有这个话是热池。
而且整个瀑布哎，对，有没有非常感觉？就是你不用出国来这里泡汤就好。南洋风，来看一下我们的 SPA 池，有这个东西，让我们晚上可以确定放松我们的身体。没错，等一下打工就可以认真给它做下去，没有后顾之忧。对啊，因为这个就冲了嘛，肩膀啦、啊、身体背后全部每个穴道都打得到。对啊，可以躺在那边，还可以躺着。来，我们来喂羊啊，喂羊，喂羊 ，OK。来，哇，这饿了，饿了，叫了，叫了。就一把这样喂是吗？对对对对，它是记得是反方 ，OK， 这个这里，好，对对对，可是这边有刺哎，它会不会刺到？不会不会不会。来，妹妹来吃，妹妹吃饭了，妹妹吃饭了，妹妹吃饭了，妹妹，妹妹吃饭了，我还有饿哦，哎，看它这样吃，我们肚子也饿了，一个喂我一点，来来来，这个有刺，哎别别别别，这个有刺，不要不要不要，妹妹，哎，这是前头花是嫩的，因为它只。我倒不要吃那个，就喝假快嘞。好了，吃这个。妹妹想要吃嫩叶就好了。嫩叶，对对对对对对对，可爱真的。饿哦。对，你也饿哈，妹妹。这只有一只吗？这边？对，目前它只有它一只。那我把花挑掉。好啊。它不是花吗？那个是。它喜欢吃嫩叶。它会拉。这个是什么草呢？芒草啊。芒草啊。对啊。对，它今天如果这两大把吃完，它今天的扣打就没了。啊。的芒草的扣打就没了。把它挑，那梗我把它挑掉。你好细心哦。要吃好吃的。对啊，这两把都是你的哦，不用急。他好细心，他还慢慢剥，慢慢剥。不是因为，就要吃嫩的嘛。这时候就好有父爱的感觉，没有？就是女生就是好少。来到外埔后里这个地方，嗯，知道我们的火龙果是非常有名的，外销到日本。哎呦，这也是一个外销的，对，台湾之光。而且我这个都是用一整颗的火龙果下去打的，嗯，哎，好喝哎，而且是颜色非常漂亮，漂亮，好浓烈。火龙果有两种，这种是最适合调成果汁的。我们喝完火龙果汁，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餐点。嗯，好的。点歌这一道啊，它是我们的北海道炸鸡定食。哦。你知道我们要做这一道北海道炸鸡，我们要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它是去骨鸡腿肉，还要先把它弯膜、凸膜、弯膜、凸膜、弯膜。对。弯膜。对。马杀鸡按摩。要按摩。听得懂吗？我要按摩，为什么要弯膜、凸膜？这。弯膜，对啊，凸膜，对啊，没错，还有看这，就要一个节奏 ，groove， 所以它的肌肉是非常的嫩，嗯，而且水分，很 juicy， 有没有含在内？有含在里面，对，扣住，嗯，我们这边提供的就是一些多国的一个料理，异国风情，对对对，好，那你吃你的了哈，我要跟一哥说，好 ，OK， 那我就先吃了，好，你吃了你吃了，一哥来，我们这一道菜，你一定要看着我，我对你讲。怎么说？哎呦！我们这道菜呢叫做，来，爱你在心口难开。哎呦，这么多啊！哎，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这个为什么呢？先吃一口，以后我再跟你说为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对，好。墨鱼完全的均匀的裹附在面上。现在呢，一哥吃完以后，他的嘴巴是不是就都？哦哦的，这样的，有有有，对对对对，而且女生不太吃这个会有点不好意思。对，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墨鱼汁它其实有丰富的一个营养价值存在。对，拿下你的叉子来，来叉子来，眼睛也要试一下。我也想要爱你在心，来，爱在心里就好了。好，口不要开，口不要开，不好意思。嗯，对，真的。要你一个点，要你一个特写一下。这个让我以前在拍戏的时候，
我有一次刚好我们吃的餐点就是墨鱼面。哦，对。然后刚好对面的女主角，嗯，要问她演戏的时候，那我刚好吃墨鱼面，就是我自己这样。然后他就一直笑，不知的笑出来。太快了。然后是海鲜，对，意大利面，特别加上了一些淡菜啊，然后虾子啊。谢谢姐姐的贴心，谢谢姐姐，料理的很好。对，结果我今天跟你们在一起以后，我就变姐姐了，就对了。你本来就是姐姐，反正心态很重要。哦，只要心态年轻，60岁还是可以当姐姐。真的，真的，真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从小看你的《康熙来了》长大。啊，没有。不要这样，不要不要不要，从小看一哥的节目长大的，一哥的戏长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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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们只是这是一个尊敬。真的真的真的，来我们来喝一下我们老板的特调养眼菊花茶。里面有枸杞嘛？对，里面有枸杞跟我们的那个甜菊。够白酒啦。对，够白酒。加柚子，够白酒。加枸杞。加枸杞。够白酒。而且今天那个天气，你看外面已经飘起毛毛细雨。对。刚来了一阵大雾，现在就外面天气有点好，有点凉，喝这个刚刚好。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我喜欢的氛围。虽然我很怕冷，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冷的时候其实会特别那种。感情会不一样的，你会不自觉的想要抱住身边的人，这样叫温存。对，是想温存，但是先把嘴巴擦一下。哦，不好意思。因为你这样好像食物中毒。要拥抱别人之前，先把自己的嘴巴擦干净。刚刚这个茶呢，你会发现它的那个菊花其实特别的甜。有哎，甜菊啊。甜菊。它有点甜味跑出来，对，是不是？对对对。那我们这边还有一道菜叫做温泉乌骨红子鸡。为什么是温泉？是用你们这边的温泉？它特别用我们这边的温泉，然后浸泡这个乌骨鸡，对，让它的鸡肉变得非常的嫩。这是跟清水煮出来的不一样。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太一样？这个汤头很甜。对。可是我告诉你，我真的没有放任何的味素。然后我们里面的话会有放了一些大白菜跟一些蔬菜去提它的味道，咸味有上来，对对，蔬果的味道，鸡汤，蔬果的鲜甜味，对对对。然后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锅不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只大白鸡，哦，因为太小，对，颜色也颜色不对，因为它白色，它的乌骨鸡它的毛是白的，哈，嗯。它只有里面的肉，它只是里面是黑的，它只有里面皮是黑的。所以刚刚那一只是乌骨鸡吗？不是它啦，不是它，不是它啦，不是啊，小白，小白。来，我们家一定要点的一道甜点，招牌蜜糖吐司。香草棒，这个真的是吃完以后，你会少女心喷发，少男心喷发。是很好吃啊。我真的不，我跟你讲，这个真的不能再吃了，真的不能再吃了，留到后面吃。为什么？先吃主食嘛，后面甜点整盘都各完。那意思是说都不能浪费，全部都要吃光光。一定要的。这边方方面面都很用心。对，有吃的，有住的，有泡的，有玩的，一应俱全。对，棒，非常适合大家来。谢谢。嘿。大小这边你算是蛮熟的，嗯，在的啊，在的，在的。有没有什么地方？推荐我们还可以去打工？对，还可以去打工。因为我们已经去过芋头园，采过芋头，那我们这次都希望以芋头为主题，就有没有跟芋头的？有，我们现在体力很好，对啊，现在超有精神。其实啊，我们这边有一家做甜点的店，他专门在做芋头塔。芋头塔，那是用大家芋头做的。对，芋头一定要用我们在地的芋头。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对对对，应该可以学习这个芋头塔的做法。好，谢谢，谢谢，谢谢姐姐。听说这边有一家这个慢食。又是慢食，又来了。慢食，哎，这应该就是厉害的甜点了，应该就是这家了。蒜头，哎呦，好久不见哦。Hello， 欢迎来老家。你好，老家。我是，请问今晚住谁家？对，我们这边是老家，是老家生活。今天来老家，哎，今晚住老家。说，听说这边有很厉害的芋头甜点，对，是用这个大甲的无毒芋头。
我去制作的芋头汤。什么芋头？无毒。无毒的芋头。无毒芋头。哦，还有有毒的。无毒跟有毒。对。有机跟无健康啊。啊，对了，没错没错。哎，通常哎，这有机的啦。怎么是讲说我们这边有毒的？不可能嘛，这椅子都是是不是？哎，没错，可以坐在这边。那我们坐一下，很亲切。对啊。对，因为我们知道说这边很厉害嘛，那你们现在泡咖啡是要请我们喝？没错，来老家先喝一杯咖啡，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样一开始就直接给客人一个非常温暖的心情，对，棒。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对咖啡颇有研究。我要是这个闻的没错，应该是日晒豆了。没错，闻得出来，学习力很好啊。我看您是用95度还是96度泡的吗？对，没错，真的。就像我们上次学的。但是好喝的温度要再低一点，37-40度左右，接近人体的体温。嗯，对。怎么样？我们这样喝，你们会有压力吗？不会啊，不会。我们在欣赏你们。马生很不怕，对，但也是达人。但我们来的目的呢，不只是喝咖啡跟您聊聊天而已，而是说想说可不可以学习一下这个厉害的芋头甜点的技术。当然想要可以啊，我们来帮你做一点打工，好吗？来打工一下，可以，一起来做。哎妈，您是老板娘，两位都是，两位是 Jenny 美君 ，Jenny 称呼宜山，宜山，麻烦你们两位传授我们厉害的甜点技术，感恩。芋头塔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先从塔皮开始捏。OK，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是塔皮，对，就我们自己这个手做的塔皮。哦，大概有什么东西？里面很单纯，就面粉、面粉、蛋、奶油。对，就这样。是，很硬的现在。对，因为它要有点硬度才可以擀得开。哦，我们就直接在桌上擀吗？对，我们等一下撒一点粉在桌上，然后我们先来塑形一下。所以撒这个面粉要很随性，轻柔一点，很随性的哦，不能让它不要粘黏而已啦。对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面团放在这边。是的，好。那因为擀面棍直接碰到它的话，也会粘黏，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撒一点点在面粉。好哦，或者是旁边的稍微拍一下。是，您就一个口令，我们一个动作，然后开始擀，就开始擀。擀好。擀的话，其实有一个诀窍，就是要从中间开始擀。要想象它是要擀成圆形的这样。就这个需要圆形。好，到这边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再继续进行，它会变成长方形，所以要转个边这样。然后呢，这边就会有想象，这边有个 C， 所以你的左手要稍微这样子滚圆圆的。哦，你说这样子，这样滚滚圆圆。对，哎，右手不动，左手滚圆，这样照着这个 C 走，这样它就会有圆边出来。是这样弄，可是我忍不住右手会忍不住跟着动，不容易，真不容易，右手不动。右手是一个轴心啊，对，然后好到这边的时候就稍微再转个边，有一点了，有一点，对，有，对，看点还好吗？我不是太好，您可以稍微指导他一下，对，有点裂掉，有点裂掉，我们把它合起来就可以，我们再修就好，是不是？好，为什么一滚就裂？因为它还很硬，它现在有点硬的状态，它的那个延展性没有到很。那如果你觉得它已经大概类似像有点圆形的话，就可以往四方去展开来就好了。所以我们在自己在家里面，如果做类似像圆形的饼皮，就可以类似像用您的这种做法，右手不动，然后想象有一个圆弧。对，哎，这个这我第一次学，要是我擀一些披萨皮啦，或者是一些什么馅饼啊，我们都从中间开始滚，对，上滚然后下滚。对，但是没有这一招，擀出圆形的感觉。就可以想象它可以变成圆形。哦，哎，这样子好像有越来越有像圆形哦，慢慢有出来了，对。好硬，有大的有点圆形的时候就开始就可以开始四方把它擀薄。那我们擀的大小就是比这个塔模再大一点点。好，只要有裂的时候，随时可以用手去修。对，可以稍微补一下，修补一下。所以宜山老师，你本身是学甜点的？不是，甜点系的。是喜欢？我大学是念数学的。哎，哦，哎，数学，难怪刚刚有没有？这个是圆周率，利用这个，对对对，差不多。那圆周率你知道是拍是3.14，然后背到多少？我后面背不出来了。他就是因为拍背不下去，后来决定从事甜点。对对对对对，一气之下，好，我来做甜点。那您是大甲人？我是大甲人。那大甲就是
从小应该就是所有的很喜欢吃芋头。对啊，因为我妈妈也很会料理，所以就是从小都有各式的芋头料理啊。对，我最近这个月风靡上芋头料理，我这个月已经吃了三次的那个炸天妇罗，就炸虾，那跟芋头，但一定要放芋头啊！哎呦，炸芋头片有没有？哎呦，哇，那一定很好吃的，酥酥脆脆的，对啊。其实可以用力一点点，它才会有进展。要很薄吗？就是要跟这个塔，我们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就是还差很大的一段距离，这个大概要这样子的大小。好好。嘘，哦，好像越来越棒了。哎呦，那它团，可能这边太薄了。嗯，我觉得差不多了吧，蛮大的。可以，差不多。我这个呢？我这个是不是也差不多？看一下。挺好的、啊，可以哦、喔。OK 哦、喔，没有，我们直接把它放上去就好了。好，这样子。这只是饼皮，然后里面还有芋头馅。对，那等一下饼皮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下卷。好，卷。对。那尽量把它压出来那个波浪形的是吗？对，没错。小花。这样子好。对。那都是卷下去，就大概跟这个塔一样高就好了。嗯嗯嗯。芋头塔。嗯。好。好，非常的自然。嗯，可以啊。还不行吗？为什么不行？什么意思？因为那个塔它要这个漂亮，所以它要平整。所以我每一个地方都要把它压。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呢，要运用我们的这个双手的这个力量，就是你的左手呢的食指，对，负责去感受它这个塔皮这个墙壁的宽度。好。你现在可以摸摸看，是不是每个宽度都不一样？当然不一样。等一下，我们左手负责宽度，右手呢就是按负责它的高度。哦，这样子。高度切齐。对，所以等一下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慢慢的把它做成是一致的。哦，是是是，了解。所以一个负责宽，一个负责高，这样。哦，因为我们刚刚太自然了，太手工了。如果你觉得太厚的话，就把它往下推就好了。往下。对啊，那个墙壁要一样厚了。像这个如果太厚的话，我们就把它整个往下啊，这样子就你就不会觉得它的塔，到时候吃到那块可能会太硬了。哦，是这样子啊。嗯。那太薄的呢？补一点。对啊，我觉得挖东墙补西墙。嗯。嗯，像这个。像这个的话，就是因为你的手是斜的，所以它会变得有点点没有那么的。哦，要垂直。对，垂直。哎呦。对，垂直哦，垂直有效哦，有感觉慢慢的有出来、哦，有那个塔有出来哦。左手垂直进去的话，它就往下推了。没错。哦，越做越好了。有哎，有啊，有感受到哦，感觉了。嗯，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哦，大概可以。那这个的话，就是它要让它的厚薄度一致，其实有原因的，包含到我们后面在烘烤的时候它的上色情况，然后还有吃进去的时候客人的口感。对，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这边要比较花多一点时间去琢磨它的这个塔皮的这个厚薄。对，所以这个步骤是很重要的。对，因为它烘烤的时间是一样的，对啊，所以如果太薄的话，它就是会先烤熟嘛。对，看一下这老师修过的。那您看一下我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就是可能在擀的时候，这边本来就已经太薄了，这边比较厚这样子。那所以要怎么补？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挤出来一点点，然后补过去。对，然后我们把它搓成。因为这边我已经看到黑黑的。对，然后我们把它补过来。嗯。然后一样这样。好，一样。我把底部修一个平整一点。嗯。我们希望给客人吃到的口感都是一致的。好，那等一下好了之后呢，我们旁边有叉子，好，我们要在塔皮上面戳洞，因为烘烤的时候会有这个热胀冷缩，对，所以如果这个它预热膨胀了之后，它没有那个可以气空间，空间可以流动，它收笔了，嗯，对的，给它一点空间，空间，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戳个洞，就均匀戳就即可，均匀戳洞就好，很随性吗？很随性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的芋头塔，一定要很仔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哦，会上瘾的嘞。啊，会，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好很疗愈的一个过程，留下你自己的一个足迹。
我这里面真的有辣吗？有，你来用脚踩就会感觉到。你看，我篮子里面就有了。哦，这个就是我们外面有这么夸张吗？小吃店吃的咸辣吗？对对，一生必吃的烤鸡。我要跟你分享全世界好吃的美食。看一下，看一下，那个鸡腿，天哪！我是，应该在台湾来看了哦。它是属于一种特殊料理，就是焖烤方式。这样说焖烤，大家不就知道了？需不需要帮你剪掉？还要剪掉。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赶快订阅！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哦！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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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